因为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都会有一些概念，有一些比如说为什么要搭红色的法拉利，就是希望你一路长虹，一路长虹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起举了那个气球，要我们一飞冲天。对，就是每一次有一个做一件事情，都会有一个象征跟意义这样子。然后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地重现了当年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。所以真的是一个 good sign 哦！你看当年那种华研这样尝试，你们就真的是一路长虹，而且一飞冲天呢。我觉得红色的跑车。以后应该会每个签唱会都必备，对，真的。但你有没有发现到你们的法拉利跑车也进化了？进化一定要啊！对呀、啊，怎么这台15年前看起来有点逊？这一台 DX3883现在还在吗？感觉比较像模型车，这个时候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还想再重现一个，就是我们今天还没跟大家一起问好。对，来，经典，商量一下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。SHE 跟这个现场的歌迷们来打个招呼，欢迎 SHE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HE 女朋友。我是 Selina， 我是 Hebe， 我是 Ella。我们是男生的女朋友，女生的好朋友。Selina， 请问你代表的是什么？我代表是温柔。骗人！骗了那么久，也该。